4月26日，周冬雨晒出两张近照，并配文：“看图猜故事大赛现在开始。”照片中的周冬雨身穿红色上衣，搭配深色运动裤，头戴一顶紫色小帽子，居然直接躺在路面上，身体时而呈大字形，时而侧身蜷缩，画风十分搞怪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小鸭子热化了，就变成了马路鸭子。”鸭鸭，双下巴出来了。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。最后，周冬雨回复了某网友的评论，公布了答案：烤鸭。幽默十足。